约书亚记第十三章，约书亚年纪老迈，耶和华对他说：你年纪老迈了，还有许多未得之地，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，从埃及前的西喀河往北，直到以甲伦的境界，就算属迦南人之地，有非利士人五个首领所管的加撒人、亚实特人、亚实基伦人、加特人、以甲伦人之地，并有南方亚卫人之地，又有迦南人的全地，并属西顿人的米亚拉到亚弗，直到亚摩利人的境界，还有加巴勒人之地，并向日出的全黎巴嫩，就是从黑门山根的巴力加德，直到哈马口，山地的一切居民，从黎巴嫩直到米斯利弗马音，就是所有的西顿人，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。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，将这地拈扣分给以色列人为业。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。马拿西那半支派和里便、加德二支派已经受了产业，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他们的，是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，并米底巴的全平原，直到底本，和在希实本作王的亚摩利王西宏的诸城，直到亚门人的境界，又有基列地、亚述人、马加人的地界，并黑门全山、巴山全地，直到加撒，又有巴山王恶的全国，他在亚斯他录和以德来作王，利弗音人所存留的只剩下他。这些地的人都是摩西所击杀所赶逐的，以色列人却没有赶逐基述人、马加人，这些人仍住在以色列中，直到今日，只是利未支派、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。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火祭，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。摩西按着里边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产业，他们的境界是亚嫩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，靠近米底巴的全平原，希实本并属希实本平原的各城，底本、巴末巴力、伯巴力冕、雅杂、基底莫、米法押、基列亭、西比马、谷中山的细列哈沙核、伯皮尔、皮斯加山坡、伯耶西末、平原的各城，并亚摩利王西宏的全国。这西宏曾在希实本作王，摩西把他和米甸的族长以未、利金、苏尔、户尔、利巴击杀了，这都是住那地属西宏为首领的。那时以色列人在所杀的人中，也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述士巴兰。里边人的境界就是约旦河与靠近约旦河的地。以上是里边人按着宗族所得为业的诸城，并属城的村庄。摩西按着加德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产业，他们的境界是雅谢和基列的各城，并亚门人的一半地，直到拉巴前的亚罗尔，从希实本到拉末米斯巴和比多宁，又从马哈念到底壁的境界，并谷中的伯亚兰、伯宁拉、苏葛、撒芬，就是希实本王西宏国中的余地，以及约旦河与靠近约旦河的地，直到基尼列海的极边，都在约旦河东。以上是加德人按着宗族所得为业的诸城，并属城的村庄。摩西把产业分给马拿西半支派，是按着马拿西半支派的宗族所分的。他们的境界是从马哈念起，包括巴山全地，就是巴山王恶的全国，并在巴山、艾尔的一切城邑，共60个。基列的一半，并亚斯他录、以德来。
就是属巴山王恶国的二城，是按着宗族给马拿西的儿子马吉的一半子孙。以上是摩西在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的摩押平原所分给他们的产业，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的产业，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。